他拿不出来的，捡捡他也这么多家产。你就叫马云来好了，他也买不到钱，他也拿不到一个亿啊。他只说我家产有什么，那有几个亿，有十个亿、二十个亿。He wants it. 1000亿，1000万，1亿，1000万的现金他也拿不出来。你要的，你有100万的那个固定资产，还不如我有10万的那个流动金啊，还不如我有10万的，我有10万肯定比你100万的那个还好。